老花医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氧化问题啊。第一个话就说，哎，老花医，为啥我们笑脸扦插的都死了？你得给点那个保湿啊，扦插是啊，稍微干一点，但是你这太干了。而且呢，在扦插的过程当中，它不喜欢阳光的一个暴晒，它喜欢保湿，喜欢杀菌的，在无菌的一个条件下慢慢的去长根，好吧？扦插多慢慢练吧，多慢慢说吧。大神啊，叶子上有这样的白条，擦不掉啊，咋回事啊？看的不是很清楚啊，您这个是时间长了，这种老叶子出现这种情况，是一般呢，就是一些小虫子啊，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虫子啊，或者是叶绿素的一个缺失啊，这个没事，它丝毫不影响。然后呢，您这个啊，可以修剪了以后让它长新的。总体来说呢，这是由于咱们一个是水大缺肥，好吧，就是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，慢慢的就这个样子了，跟人一样长斑了是吧？瘦了、饿了、就起皱了，这了那了，不是一个道理吗？臭宝。那老花你好啊，咨询一下这个绿簪有点烂孔，然后叶子卷是啥原因啊？烂孔呢，这个一般都是硬伤，就是你碰过，这个不碰它不可能这么不规则是吧？这谁不小心或者说被那种鸟啄过之类的那种感觉是吧？然后长出来就这样，它这个卷了，它新叶刚长出来的时候是这种卷，它只不过是没有伸展开，之前的时候由于受了硬伤，它现在伸展不开了。好吗？你可以把老叶剪了，让它长新叶。你那个地方是不是经常被猫抓、狗咬之类的？这个给我的感觉。然后您普遍的浇水有点水大，浇水不论任何时候、任何地区、任何人养任何花，都是干了再浇，不干不浇，干透浇透，每天都得说，每天都得说。老花姨妈，看看这个扶桑咋了？叶子都卷了，新叶子长出来就掉，可能有点缺钙，用了微量元素没有改观，这是缺光，还有一个是温度。像这种东西呢，它喜欢大太阳，喜欢那种强日照，喜欢那种温暖，好吧？一旦说是现在天冷了、缺光了、闷根了等方方面面的，它都会这个样子，好吧？这个问题不是很大。你看你这个养成这样了，是不是用过什么东西啊？感觉还有点肥害的感觉那种啊？啊，你别老是闲着没事那肥料咣咣咣咣往上灌啊！来，下一个话说，老黑你好，我水培一点幼芽，植物不长根，咋回事？您这个拿着自嗨锅就是那种来给他扦插，臭宝、啊、这个东西你水培它不是这么水培，是万物皆可水培，但是呢您要了解这个植物的根系，它不是整个的泡在水里面的，不是整个的，它不是水草。你看我这个我就放了一点点水，这个在我杯子里面待了都一两个月了，我准备今天就给它种到土里面去。你这少放点水，你搞那么些干什么啊？那是愁死了。而且你看咱们这个整法肯定不行哈、啊。哎呦，你这样都淹死了，给我的感觉就是。哎呀，这个还挺有意思。下一个你弄的那个，你这咱说实话，宝贝儿，你买这三个自嗨锅，就说再便宜也得二三十块钱。你有二三十块钱，我们家那个土啊盆啊，就正儿八经养花的东西。就多吃俩自嗨锅的事儿，这都有了。你这，哎，正常一点行吗？你拿个泡沫，你说让它长，你吃的时候还没忘了花是吗？吃这个的还给花用上你，咱们看一下最后一个话，他说给花追肥用复合肥还是缓释肥？你这个问题让人就很纠结。你说老花姨，你如果说饿了，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便便味的巧克力，一个是巧克力味的便便，你吃哪个？我哪个我也不吃啊！你要饿的，你追肥哈，臭宝，你记住了，追肥，尽量的用水溶肥，就是用那种速效肥。如果说用复合肥哈，不是说不可以，因为一般的复合肥都是大田用的，就是缺乏一些个微量元素的。你用了以后，一个呢，你如果用的过猛，用过多，它烧花；你用的过少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好吧，因为它里面基本上是没什么微量元素的，因为你要知道基本上上点微量元素的都得10000多块钱一吨以上了，一般像我们农民种地我们用不起，好吧。还有呢，就是缓释肥，缓释肥顾名思义是缓慢释放肥效的，知道吗？它是做底肥的，尽量的用一些个什么呢，营养液啊，速效肥，像花多多那种都可以了，好吧。那氧化问题就到这儿了，我是老花一，氧化最专业，其他氧化问题视频要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了。